真正的我是讲话呢，做到那一百十年，12月31号，末班车赶瑞芳的末班车进站了，22:25首发就是，然后7:35阿宝圈咯，1280次，开往瑞芳，就用沿线港瑞芳的。好吧，全都二楼下面跟马掌门都在对我们的一起跟我们开启车门。好了，拜拜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我要回家，还是决定回瑞芳好了。走啊，再见。